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所有的新晋腾出们共同推荐你为他们的普房管事。你能不能给我做副管事啊？于某定当是竭力帮忙。那普房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啊？哎，不是，哎，你是管事。我来云上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结交像文斌这样同心同德的好朋友。孔圣人在上，今日我封成俊，和文斌正式结为兄弟。慢慢的，好像所有的人一点一点就都认可他了。我知道公子是个状元之才，将来一定可以为民造福。我要让文斌明白，穆小曼根本看不上他。今天，愚公，我要代表掌医会惩戒。我看这个云上学堂，就是为了刁难我存在的。处罚文斌，痛绝20棒。于私，我要好好的教训，让你知道什么是规矩。学长的人你也敢抢？我们愿意完善一个都能以遵守为荣的堂规，这也是我们作为学子的初心和本心。木秀于林，封闭摧之，韬光养晦才是上策。小女从小到大，一直都是我韩某的掌上明珠，绝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。你是不是对韩小姐有一点好感？你一再拒绝我，到底是不是心里早已有了别的女子？你喜欢韩小姐，就不要我这个兄弟了。重视的亲友，我跟你讲，我就要看着你。以女子的身份进入学堂，就是目无法纪，欺君罔上。我想好了，你还是早些离开云上学堂比较好。可是我不想失去兄弟，这世俗的观念就像山一样。曾经有一位先生，他就提出过让女子上学的方略。你要记住，我永远都是你的亲人，我要像保护自己一样保护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事到如今，我必须要告诉你真相。你到底隐瞒了多少事情？